我覺得是最漂亮的一款咯，喺裏邊見到，因為它很乾乾淨淨。阿蚊其實有講到，我最喜歡就是呢種很 simple 的 design 噶。咁呢條就係絕對係我的 number one 首選咯。哎呀，好大聲啊！我唔夠大聲啊 ，sorry。我話呢個係因為很簡單啊，呢個設計，所以我會覺得是我 number one 首選咯。珠寶收藏，如果有特別喜歡的我都會買的首飾咯，就是啱襯二襯三嗰啲我都會收藏的。會儲啲俾女女啊？有冇俾女女啊？冇，佢會有佢自己嘅選擇嘅。以後我諗嚇。都有冇買過最貴重嘅咩首飾俾你？佢知道我中意乜嘢嘅，我其實戴得最多都是佢送俾我的一個首飾咯。是一塊沉香，一塊木頭，一粒木。係咪因為佢送，所以成日戴啊？自己好中意咁樣。都是我中意咯，又係佢，因為佢送我都有嘅。究竟有啲咩意義喺度啊？因為佢揾佢話請我做我台女朋友嗰陣時，就送咗個塊木頭俾我。因為一個木頭就追到你啦嘛。是的。所以keep住喺度，有冇攞嘢裝住佢咁樣啊？唔係啊，四周圍擺㗎，因為成日戴。今日係咪第一次？唔係噶啦，其實以前合作過㗎，見過好多次，我啱啱仲喺度同發哥數緊啊。有冇數？有啲新戲可以合作啊？我話而家真係未知，我睇緊劇本咯。Exactly 就係等緊呢個心動咯，希望多啲劇本啦，大家講下嚇 ，thank you。要求可以提出一下。要求啊，心動咯，咪就係嗰個字眼咯，啱曬啊。講下啲即係角色啊，或者動作啊，各劇種。劇種。乜都得，我都想嘗試。如果係即係心動咯，啱我咯，最緊要。如果導演覺得我啱，我覺得都可以睇下試下嘅。sorry， 你講多次。係咪長時間留喺香港都可以啊？會唔會驚會同老公可能要異地咁樣樣？唔會，我哋三個人四周圍中意成日行嘅，都會咁樣。好似前一輪啱啱去咗愛丁 Edinburgh， 都係三個一齊移動。咁咯，係啊。如果再拍港產片咧，會唔會嗰個尺度可以再大得個色界咁？第一位劇本行先，係好劇本，好角色。是咯，一個心動的劇本，我覺得是一個好的劇本，我現在真的很難得有了，希望快點出來。如果是人選呢，即是合作的人選，會有一些你想合作的演員很被動的，是啊，我是等人選的。如果有好劇本但是沒有片酬，你拍不拍呢？蛤？沒有片酬。好劇本但是沒有片酬，你拍不拍？如果我可以做到我覺得有意義的事，我絕對 OK 的。好，會不會留多些時間在香港啊？囡囡在北京上學啊，而家我要翻去照顧佢，可能即係好快就要翻去啦。係啊係啊係啊！會唔會唔捨得啊？啊？會唔會唔捨得？係啊，未食夠嘢啊！啊，好多嘢未食噶。你最想食咩啊？翻到嚟香港。我諗住今晚都去嗰邊行下啦，可以啊。係啊，隔離好近啊嘛，係嘛？我你講完應該冇，應該會好多人喺度等緊你。哦，咁啊唔去噶啦。咁囡囡會唔會唔捨得媽咪出嚟做嘢嗰啲？我爸爸咯，爸爸喺度啊，系啊。冷靜啲，有冇話想？係。有冇話最想食乜嘢喺香港？面。面啊？咩面先？我流曬口水咯，你一邊諗嘅係。咩拉麵啦？咩啊？咩嗰啲啊？雲吞麵啦？咩麵啦？唉，好多嘢，係咯，好多。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